今天是8月23号，星期一，天气呢，依然是晴天。那今天的工作呢，就是以行事农场呢，还有一个重责大任，就是夏天的割草任务，又要开始了。那今天可能又要开始从果园呢，慢慢的割回来，这个割草的日子呢，就会比较无聊一点，但是因为有很多水根的植物呢，还是需要去观察，尤其是水根疫苗跟实力水根空心菜的部分，都是值得我再持续的去观察。那因为尤其在水根疫苗的部分呢，可能再过几天呢，或许就应该要给它做一些定植。那地植或者是水根定植这两个我都想去尝试，所以最近呢应该着重于在实验的部分比较多，那实作的部分呢可能会少一点，因为还要割草，所以应该大部分的时间会集中在中午以后呢，可能就做一些比较具有实验性质的东西。好了，那我们还是出发，行事农场顺便记录一下一些水根作物的生长情形咯，走咯。今天原本要割草的，但李主认为这个屋顶上的天沟呢已经长树了，应该要先清理一下，那等一下我们就来清理一下天沟。那今天的割草就暂缓了，反正每天只执行一项特别任务。好了，我们来去整理天沟咯。 OK， 天沟已经清理完毕了，大家看起来是不是有清爽一点呢？那今天的工作到这边就告一个段落，因为细胞死了不少，所以呢可以休息了。这就是住在山林的时候呢你所要面临到的一些事情，这只是小 case。 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天沟清完了，草就暂缓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先来去休息一下咯，因为有点累了。